特别松软。哎呦，买贵了吧，后悔了吧，哥几交，我就说你再等等再等等，你们偏是不听，就咱家那个无蔗糖的荞麦沙琪玛啊，谁是花6.9买的40包，那您可能是买贵了，咱看一下后台没发货的话，咱赶紧退了吧，您看一下老弟这个链接啊，都给你卷到什么价格了，厂家呢是6.9给咱发40包，另外呢老弟为了回馈新老粉丝对老弟的支持啊，咱再直接挂一张1元优惠券，咱哥几交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，直接是5.9啊，给咱发40包无蔗糖的荞麦沙琪玛啊，满满一整箱，咱们好多哥几交啊，想吃沙琪玛又不想吃那种太甜腻的啊，咱就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无蔗糖的荞麦沙琪玛。哇塞，好松软！它这个呢是用木糖醇啊代替了蔗糖，上面还是有小芝麻的，松松软软，软糯香甜啊，有蛋香味、奶香味，还有黑芝麻的清香味啊，特别好吃。主要是啊，它这个是特别松软的，像咱平常肚子饿了或者嘴巴寂寞的时候啊，都可以来一包解馋还抗饿啊，而且呢还没负担。哇塞，刚拿出来啊就散了，特别松软。哎呦，好吃。无蔗糖的荞麦沙琪玛。今天老弟这下单呢，直接给您挂一张1块钱的券啊，咱哥几家一定记得领券去下单，直接是5.9啊，给咱包邮40包无蔗糖的荞麦沙琪玛啊，真的太划算了。